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。爸爸抽烟，我也学爸爸抽烟。妈妈骂人，我也骂人。妈妈乱扔垃圾，我也乱扔垃圾。爸爸随地吐痰，我随地吐口香糖。爸爸随地撒尿，我也随地撒尿。爸爸刻字，我也刻字。妈妈闯红灯，我也闯红灯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你做什么，孩子模仿什么。所以如果你希望孩子是一个文明的人，那你自己不要做不文明的行为。